台大山地实验农场年度的盛世春之飨宴将在3月16号登场。那活动呢是为期2个礼拜，到3月31号为止。农场方面呢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一游眉峰参与春之飨宴的活动，可以欣赏到台湾的一叶兰、郁金香、白驼翁，丰富的温带花卉生态哦。那在这个活动期间，赏花的朋友如果想要住宿或是订餐，那最迟呢要在1周前来完成预约。而且呢，只要住宿就可以免收入场费以及停车费。那订餐呢，如果是10人以上的，就要先来预定，以免项余。那其实呢，这个眉峰哦，平常都要预约，每年呢就是在这个春之飨宴以及暑假可以免预约，透过购票入场就能够来赏花看风景。那另外农场方面呢，也鼓励民众环保爱地球。希望说大家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那如果你是搭南投客运来的，就可以凭券哦到这个农产品展售中心来兑换，贡丸、鱼丸或是茶叶蛋，能够吃到这个在地的美食，就是希望说民众透过这个搭公车来享用美食哦。那这个台大山地农场呢，是位于南投仁爱乡台14甲线的 14.5 公里处，其实呢停车场有限，为了维护品质哦，都是希望民众能够搭乘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，再加上说透过假日来赏花，心旷神怡。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资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